怂恿出口闺蜜穿一次裸姿试试浪的小背心。等等，这友谊咋样？烧了。没吧，我这小保守汉子，我让你把衣服烧了，你跟我哥去泳池约会，你这搞得像小学生运动会一样。那你说穿啥？穿这个。这啥？嗯，二饼啊。什么二饼？不是，这是我花6000块钱给你买的泳衣，别不识货。6000？嗯，够几货。这个能遮住啥？不是，你这都遮住就没意思了。嗯，为啥呀？游泳呢，我又不是去当野人的。不是你朋友，就是这个野性美，你知道吗？我哥肯定喜欢。穿个行吧？你试试。哎、哥小哥，你真试试。你闭着眼睛。快进呢。哎，快了。你说我俩孩子干什么？你赶紧的，不都在等我们了？就是你快去换吧。哎，这是真的假的？这个东西。我俩都拿到手了，人吧，有时候就要勇于尝试。嗯，才能把握住机会，对吧？那我现在去领啊，就你俩快点，我下去等你们啊，快点！走吧。你穿不穿啊？没穿，谁穿的玩意儿是吧？真没穿。看看，你穿了，还嘴硬。穿了。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我哥手机给闺蜜发羞羞的消息。咋了？没事。你当时我还记得带你留，然后我们不当时还在偷偷的看吗？看到你怀孕了，你问我怀孕了。那这个事儿我就不想提了。你要是他娘的说你啊。你啊，什么的。啊，你是说？哎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不行，咱先就到这。这才哪到哪呀？还没尽兴呢。对呀，出去玩儿了。就是玩儿。咋了？你看我也要。他们啥时候走啊？咋的？你要干嘛？有点开开素颜。有点急事。提前都说好了，谁也不准提前走的。我也把想谁了？刚才我来结合这个，哇、这个是饮料哈，这是瑞强爽8度呢，我之前喝过一罐，我就扛不住，这一罐的酒精含量能抵2两40度白酒嘞。真的假的？啊，不信你试试呗。来，我还真不信这个邪。哎，来尝尝，你这酸酸甜甜，挺好喝的。就这酒，我能一直续。哎我天，行不行？怎么不行？我觉得我还能喝。我看你是不行了，这个酒是真的行，我得干，我要不然见识见识。大家都喝好了，不行，咱就先撤了啊！走，这先别走，咱一会儿。对呀，哎，跟这个一起走。嗯，什么东西？你说的是就是打麻将？不然呢？来，来吧。上家门，假装我哥给闺蜜买了999朵玫瑰花。喂哥，你买花干啥？那也用不着买999朵吧？那你会是想趁着七夕跟他表白吧？行，你快回来吧，知道了，我给你保密。咳咳，化上妆了还。这化妆品再不用过期了。你刚没听见啥吧？没有啊，我最近耳背。怎么着，这要出去啊？试试嘛。哎呀，我发抖了。我愿意。Later， 你回来了。找啥呢？别装了，他牌吧，我都听见了。这个玫瑰花，你长哪儿了？我骗你的，哪有什么花是？花倒有，不过只有一朵向日葵。你知道给他买礼物了？啊，那是七夕嘛。这不是周大师和梵高博物馆联名推出的项链上挂坠吗？哎，你知道的还挺多。还是人家都同款的，你知道这个项链什么意思吗？啥意思？它代表着忠诚而热烈的爱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其实我也有个礼物想给你。嗯，不是，你俩不会真要在一块了吧？你也准备礼物了？你看，是。
故意让想当我嫂子的闺蜜吃醋。啊，这是我那个高中同学。这三个人是不是有点挤呀？啊，那个，咱们钱也是那边吧。不用了，你就挤吧，我正好有点冷。是吧？你看你，你多吃点，气死我了！你这朋友啥意思呀？他不让你哥哥我，我哥哥跟你咋了？我皱纹都出来了。哎，别生气了，要不给你用我这个自然堂小紫瓶第五代，算是赔罪了啊！这已经是我买的第二瓶了。精华涂的手还不如不涂，你涂那点里面的超级酵母洗面液根本发挥不了作用。你要知道，就这一个成分就集齐了修护、新生、抗老，直接加大玛丽素的新陈代谢。虽然洗面液这一个成本也很庞大，但是自然堂还升级了一个 ACE 包裹抗氧体系，专门改善你胡子这一圈的肤色暗沉，皮肤健康护养。那你们俩啥跟你比？这么霍霍，走根比你。哎，你俩去哪儿了？你看我这身合适吗？哎，还有这个好看吗？他穿挺合适的，我就穿不了。哎，你哎呀，他穿也不合适，我穿挺合适。啊？干闺蜜出言叫我哥老公。老公亲亲。别别别，什么事儿？你把球撒开。刚过去那个好像是我前男友啊。啊？这他都有新欢了，我还单身，我这不输了吗？是吧，老公？不能输。老公，你慢点，别累着。哎，我不累，我又不虚。来，老公，拿这。哎，他俩要去买钻戒啊？咱去买。这，哎，我也要买这一款，更大克拉的。请问二位是情侣吗？我们。可以，抱歉，我们的戒指不能卖给你。为什么呀？这不就戒指吗？就是啊，第二钻戒是婚戒，又非普通的礼物，需要男士凭身份证购买，一生只能送一人，代表男士一生的承诺与决心，并且需要签订真爱协议，登录全球真爱系统，一生不能解绑或删除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制定了三不卖原则。三不卖。非情侣不卖，犹豫不决不卖，第二枚不卖。其实我们进来就是为了说说那个渣男的真面目。哎，对，就是。他来的时候确实有点赌气跟比较。对。哎，现在想想啊，要严谨一点，一生只能买一次。对，就是。看到你们这么严格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那渣男，我确认个屁！哎，我刚刚放了个屁。这边签订一下真爱信。我确认，我确实眼神不好使。你们干嘛的呀？就是你们第二，刚才不是说要谨慎严格购买吗？查查他真爱系统，说不定早就买过了。就是。确定过了，我们已经。你不可能，你也快改名了。要是你前男友没这么说，你是不是认错了？想错啊？是吗？认错了。我气得就是红了。你干啥？就是。我们就是来给你们争取我们的爱情考虑。对。我们就害怕你没有慎重考虑好。放心了，放心了。那个，当我把闺蜜的痔疮膏换了个包装。你要在我痔疮上上酸辣酱？哎，你快点吧，赶紧躺下。你有毛病吧？我这个包呢？都用完了，你用这个一样。你信我行了？不是你骗我，你换个包装行吧？不是我骗你啥了？哎、真像我一样，我哥告诉我的。真的。他不是不让我吃辣吗？哎，他是说你嘴不能吃辣。哎，你赶紧的吧。啊、咋样？太让人惊讶，这蒜蓉辣酱还有这做。你看我说你还不信。难以置信。怎么又难以置信？刚才上药来着。对，上药。你知道上药啊？你说不能吃辣的吗？我没吃啊。没吃啊。什么时候买的？怎么都臭了这个？我没吃，是用来抹的。抹完头了？抹痔疮？怎么了？